10月4号，当守夜还在哀嚎苏兄走后的第 N 天，想他到无法自拔时，一组胡歌的青涩少年照就像一颗重磅炸弹空袭热搜，瞬间把拉拉和一众小可爱给炸成了天边的一朵云彩啊！傲视众人的高海拔，帅气的小偏分，羞怯的小眼神，满屏的胶原蛋白，武力宗主真正是金陵城最耀眼的少年呢、啊。不过瞅着我糊着赤裸裸的主角脸，再看看旁边的一票同学，果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！而一直遵守着是狐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这一高标准眼药水的小可爱们，最后立刻放出了华哥的美照，卖起了安利。同款的偏分发型，同款的肤白貌美，从小到大都帅得那么任性，岁月真是这俩人的亲妈妈呀！被鲜肉狐祸刺激到的少女们也是眼泛桃花，哆嗦着刷起了评论，满足我从小到大的审美，帅哭了！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舔手机屏幕啊？芒果捞新闻，狐祸真是明明可以靠脸，却偏偏要靠才华的典范中的标杆呢、啊！报道。